Show Happy， 今天在昆頓身邊有我們香港的一啲新進的女團，有星座少女。Hello 咁多位 ，Hello， 不如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先啦。Hello 大家好，我哋是 Jared 星座少女，我是隊長水瓶座的 Emma。Hello， 我是天秤座的 Cman。Hello， 我是處女座的寶瑤。Hello， 我是巨蟹座的 Cecilia。四位好，你好。今次就是你哋派你哋嘅第二首歌啦，叫《男孩子们》啦。咁、我其实喺介绍歌之前咧，想了解多少少你哋嘅背景先啊，因为始终新啦，同埋我睇翻，咦，第一首歌嗰阵好似唔系呢个阵容噶喎。系啦，咁其实星座少女系咩一回事呢？其实星座少女咧，就顾名思义，想要十二星座嘅女仔啦。咁係咪要砌過十二個㗎？係啊，真係想嘅，係啦，仲招募緊嘅。咁因為唔同星座嘅女仔有唔同嘅個性啦，咁希望到時集合一齊咧，有唔同嘅化學元素，咁可以集齊唔同嘅人會中意唔同嘅星座咯。嗯。咁而家點樣得出呢一個陣容出嚟嘅咧？其實。其實我哋是透過 open casting 又有啦，踢館賽的又有啦，自己想去自薦的都有嘅。咁佢哋兩個咧就係、最元老嗰班 open casting 出身嘅。係啦。咁三家姐咧咁樣樣。係啦，咁我咧自己就係、透過人哋識我經理人，然之後再去 casting 嘅。咁試試就比較特別啲，佢係透過我哋第一首歌《星座少女》出咗之後嘅踢館賽而加入我哋嘅。咁其實而家就暫時見到係四位成員啦，咁即係話你哋公司都仲係打算招募其他成員，可能會有加入甚至可能會換人都唔定嘅。喂，面對住要換人呢件事，其實都緊張噶嘛。你哋擔心嘅會，咁你點樣去保持自己個優勢喺個隊裏邊咧？咁我覺得即係做好自己啦，首先要做好自己本分啦。咁我覺得自己有自己嘅需要喺度嘅，係啊，冇咗我唔得噶，係唔可以換我嘅水瓶座。我哋全部都要保持咗個心態，冇咗我唔得嘅，冇咗我唔得。同埋我哋四個都有唔同嘅特長，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只要自己有信心，應該 OK 嘅。因為我哋希望大家一個組合入邊，雖然大家係一致嘅，但係希望每個成員都有特色帶到出嚟，咁可以吸納到唔同嘅fans 啦。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可能會招人入嚟啦，但我哋都有信心自己係留得低咁樣。始終。始終我哋四個行嘅風格啊、樣貌都唔係一致，好一樣嗰啲咁樣，係好明顯係見到我哋四個啲類型都係唔同，所以其實會唔會話俾人換走咧？呢個都唔係好擔心嘅啫。冇分解。同埋頭先所講啦，我哋個元老啦，其實係最早嗰批入嚟嘅，其實都淘汰咗六七個噶啦，我仲喺度，證明有我嘅存在價值㗎。OK。喂，咁啊，有都話啦，其實光環啊，死啊！呢個永遠都喺度。嗱，而家喺香港做音樂好難嘅，咁其實好多嘅，譬如音樂嘅團體啦，即係無論男團好、女團好啦，其實個生存空間都唔大嘅，即係同埋個競爭好大啊，因為香港太細啦，咁好多呢啲咁嘅團體喺度嘅，你哋要同其他人 fight 嘅，喺同其他人 fight 之餘咧，自己內部都仲要 fight 嘅。你哋都話啦，每個人有自己嘅獨特性啦，有你哋嘅特色喺度啦，你哋覺得各自嘅長處係乜嘢呢？我覺得我就 drama 同埋影相即系 model 啊，同埋唱歌會比較好咯。我嘅長處係，咁我就唱歌跳舞比較好啲啦。咁同埋另外自己語文方面都唔錯嘅，因為有學韓文啦，另外英文亦都有拎過全港辯論比賽嘅冠軍啊咁樣。咁我都係 drama 同埋 modeling 方面好啲，因為我其實係 drama 出身嘅，之後轉型咗做 model， 最後再加入咗做唱跳咁樣啦。同埋我自己另外喺煮嘢食方面都幾有研究，因為係讀西廚啊以前，所以咧我成日都會拍一啲煮嘢食嘅片啊咁樣，跟住成日煮啲嘢俾佢哋食咁樣。咁我就係跳舞同埋唱歌啦，因為我媽咪以前係跳舞老師嚟嘅，所以我四歲就開始跳舞啦，咁有中國舞啦、hip hop 啦、jazz 啊，之後依家都有跳 K-pop 嗰啲 cover 咁樣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就識剪片嗰啲嘅，所以有陣時我哋啲 video 啊，我又或者係啲歌啊，之後我哋都會自己落手整咯。
同埋我之前有讀 fashion 嘅，咁可能對服裝方面比較認識多啲啦，同埋 graphic 嘢都識嘅。可能有時拍 MV 啊，啲衫啊點樣襯啊，就可能我負責啦。然之後可能就設施負責，同埋保業負責排帽啊、練帽咁。然之後師妹就負責可能啲點樣排位會影到我哋靚啲啊。同埋咧 ，Emma 都整咗耳環俾我，雖然唔係呢對，係啦，但係因為我同保業係。即係冇耳窿嘅，係要夾嘅，咁所以佢都好心，即係整一啲好靚嘅耳環俾我戴咯。我哋會係喺唔同工作崗位，即係唔同嘅工作嘅時候，會俾唔同嘅意見咯。即係可能 shooting 方面，我就會俾得比較多，即係 pose 點樣擺得靚嗰啲，我就會會教得佢哋比較多。通常佢係第一個影嗰個咯，即係我哋就喺隔離喺度睇，邊個係黐線我？係啦，喺隔離嘲笑我咯，好痛，頭痛，頭痛，頸痛。頸痛，即係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擅長的地方發揮，同埋可以去幫到你哋嘅隊友嘅。等陣聽，可能連 styling 啊，甚至拍攝啊、剪片呢啲嘢，自己都要兼顧埋嘅。喂，你公司好抵用喎，你就係咁樣。係啊，真係唔可以淘汰我哋嘅，唔可以冇咗我哋。OK。咁啊，而家嚟到第二首歌啦。男孩子們，其實今次去做呢首歌嘅時候，同做第一首歌可能你會清楚啲啦。個感覺有咩唔同咧？首先是人不同了，其實這個是很感觸的，畢竟即可能都一起了一段時間，其實感情是一定有的。另外呢，但是面對著新入來的成員的時候，會不會不夾呢？又其實又不會怕不夾的，但可能就會沒有以前那麼踴躍咯，可能一開始會這麼介紹，哎呀你好啊什麼什麼會認識，但開始之後呢就會覺得可能死了，會不會有轉啊，有些心態又轉了，又好像去重新再認識過一個人樣。係都唔會嘅，我哋之後都融入到嘅。會擔心咯，但係始終有新成員加入嘅時候，會擔心佢會唔會係嗰啲好勾心鬥角啊，好快嗰啲啊，嗰啲咧會好擔心咯。咁好彩我哋大家都唔係呢啲人嚟嘅。我唔擔心，我有 Emma 照住我。小心啲啊！我哋大家都係開心見成港嗰啲，成班女仔好中意玩講講少少嗰啲。我嗰陣時真係好驚嘅，因為佢哋已經成咗型啦嘛。之後咧，我係好驚嗰啲加入去。已经同埋佢嘅曲風都已經唔同咗，可能第一首比較青春啊，洋溢啲，雖然而家都青春，但係可能就會走去比較型格嘅路線多啲咯。因為真係上次我哋可能首歌比較清新嘅，活潑一啲開心嘅歌，但係今次呢首就有少少，可能有少少怨氣嘅，係講緊個男仔點樣對自己唔好嘅，型啦，有少少性感元素啦，亦都係。覺得個層次豐富了嘅，比起第一首歌，係咪兩首都好不同風格？上一首就好夢幻嘅，啲歌詞可以看到係即係仰望星空女啊呢啲好夢幻嘅，但係呢首是真的很貼地，係真係完全講出曬女仔拍拖的心聲咁樣樣。控訴一啲係啊，控訴壞男人啊，冇錯。咁有成員應該是第一次去入錄音室去錄音啦，即係真係做一首歌出嚟啦。感覺如何？好緊張，因為我本身都是比較容易唱歌緊張的人嚟嘅，即我可能在屋企自己覺得哇唱得好好聽咁樣，但一出到嚟比賽或者表演咧，就會即好似封咗喉咁樣咧。咁所以第一次我哋入錄音室啦，之後咧都準備了很多嘢，例如鹹竹風啊嗰啲，即飲完把聲會開啲啊。但係好彩個監製都好好人嘅，都有即係有指點我話，應該要點樣樣啊，放鬆啲啊，用咩位唱啊會好啲啊咁樣咯。我哋嗰日都拍咗24小時嚟，就拍 MV 嗰日喺個廢船廠嗰邊，係啦，之後冇冷氣，仲要著住高踭鞋，仲要24小時，係仲有啲皮草，我哋服裝上面有啲係有厚嘅衫咁樣，袖厚嘅衫。即係都辛苦嘅，但係都值得嘅，成件事值得嘅，享受嘅，大家都。其實拍咗24小時，但係你拍緊嗰陣就覺得好似點解眨下就過咗成個圈，覺得攰嘅咯，其實唔好覺過咗咁耐。
同埋我哋可能對自己有要求啦，可能每一滴完咗，覺得啊呢、這個可以仲好啲，呢、這個仲好啲，呢、這個仲好啲，就啊 OK 噶啦 ，OK 噶啦，你都會同我講嘢 ，OK 噶啦，真係 OK 噶啦，咁樣。我哋又最緊張我哋自己，我覺得真係導演滿意，你哋唔滿意。係啦，我又覺得啊，次導演可唔可以再嚟多個？係啦，可能佢想打我哋。咁啊。而家就話啦，頭先都提到啦，面對住其他喺香港嘅啲女團嗰個競爭啊，你哋點去面對呢件事呢？其實我覺得有競爭是好事嚟嘅，有競爭好過冇競爭嘅。咁多啲音樂，唔同音樂是一個好事啦。咁另外，我覺得即係心態好重要咯，即係唔好話有競爭者就要誒點樣睇低人哋啊，或者點樣啊好敵對咁。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係為咗音樂、為咗夢想前進嘅女仔或者係組合啦，咁係咯，要互相支持。我覺得呢樣嘢，我覺得香港如果組合上面都競爭係好事，因為大家如果有競爭，咁大家一齊進步，咁就可以成個令香港樂壇成個嘅可能歌曲嘅質素啊，成個都會進步咯。咁希望可以真係做到百花齊放，有唔同嘅組合，但係大家都有各自出色嘅地方。所以其實都唔會話驚擔心，即係唔會諗，誒佢哋會唔會勁過我哋㗎？呢啲我哋又唔會諗嘅，我哋反而會睇對方有啲乜嘢係我哋值得學習，會研究咯咁樣。因為始終個個特色都真係唔同㗎嘛，咁冇得比嘅，人比人一定比死人㗎喎。咁真係心態問題咯，我哋大家都保持一個好好嘅心態。心理質素良好。咁你哋星座少女嘅目標係乜嘢呢？首先咧，嘅希望入到今年嘅頒獎典禮先啦，係啊。另外，我都希望可以多啲人認識我哋，同埋新人獎，係啦，希望可以爭取到新人獎啦。始終新人得一次嘅啫嘛，多次機會，上海。講真，我希望大家即係會開始認到我哋把聲咯，即係譬如聽到呢把聲，知道係邊個唱嘅，咁同埋都希望真係可以代表到香港嘅一個女子組合。咁大家就可以即係睇下 MV 啦，聽下歌啦，留意一下四位靚女，咁啊睇下認下佢哋把聲，究竟邊個打邊個啦。咁啊，希望即係喺樂壇上面可以有更多發揮嘅地方俾你哋啦。咁啊，有機會再傾個偈。好 ，thank you 咁多位 ，thank you。